淘气高兴送牛年，甜甜蜜蜜望虎年。金山湾区妈妈教室将于1月7号星期五美西时间上午10点到11点半，邀请吴继芳女士透过视讯平台来教大家如何 DIY 制作多种口味的牛轧糖、南枣核桃糕和手工年糕。疫情期间上课免费，请于1月7号上午10点登入视讯平台 Zoom ID 998-806-3500。Passcode Modesto 101收看，更多详情请打电话408-252-7070查询。按照往例，奥克兰动物园在圣诞新年佳节期间都会举办 Glowfery at the Oakland Zoo 夜间灯会，将园区点缀得缤纷亮丽。今年的主题乐园灯饰包括海洋主题的 Blue Planet、野生动物区的 Wild Kingdom 以及恐龙区 Land of the Lost。 除了欣赏园区灯饰之外，大家也可以在 Oakland 山丘上俯瞰整个湾区圣诞装饰灯火通明的夜景。灯会将开放到明年1月30号，若是想去一睹风采的朋友们，请尽快上网 oaklandzoo.org/programs-and-events/glowfery 订票。刚出生0到2岁的婴孩需要随时被关注，2到6岁的孩子喜欢探索世界，蹦蹦跳跳一刻不得停，爸妈照顾实在疲累，也付出了许多精神和体力。生命和妈妈成长班将于1月14号星期五下午3点到3点45分举办带孩子更有力，新手爸妈必知的强身健体观线上讲座，邀请美国国家运动医学学会认证的 Roy Lee 教练，针对激励体能、饮食营养和睡眠三方面来分享，如何透过简单的健身运动，以及该注意的生活小习惯，帮助妈妈爸爸越加健康，更有好的精神体力照顾孩子。若时间许可，也将开放聊天室 Q&A。 参加视讯请于1月14号下午3点准时登入 Zoom ID 991-4701-6473 Passcode Baby and Mom 上课，更多详情也可以 email 到 rolccbabyandme@gmail.com 查询。团圆美满请佳节，平安祝福天上来。生命和基金会假日生活广场邀请天路音乐和优视频道于美西时间1月23号星期日下午3点到5点，美东时间6点到8点，亚洲时间1月24号星期一早上7点到9点同步举办乡音乡情新春线上音乐会，来自中港台和美国的艺人倾情演出丰富精彩的节目，带来故乡的思念、异乡的情怀和永恒家乡的盼望。会中并邀请到刘统牧师、曾兴才牧师和张伯利牧师为观众祝福贺岁。线上直播请扫描屏幕上二维码登入优视 YouTube 频道，或上网 www.uchanneltv.us。 大湾区的朋友届时可以锁定优视天线数码电视15.5或16.9台收看。